一大早动员十多位志工，从洗粽叶开始，大家分工合作，炒馅料、包粽子，各个有默契。每颗粽子是料多又实在，这是要慰劳劳苦功高的警察们。改变地球的暖化，哎，赶快希望我们这疫情赶快消弭。 不只是推素这一天也是警察节，志工带着刚包好的粽子和象征平安的苹果，特地去祝贺。尤其我们慈济这个团体对我们警察的团体一向非常的支持跟关心，所以说尤其你们今天在警察节这一天特别到分局来，同时仁义会营养师也分享如何健康如素，希望波力士大人都能够有健康的身心。大新闻台记者郑博仁、黄荣辉台报道。